忙碌的现代人往往最容易忽略了自己的早餐。不过现在呢，在坊间开始出现以健康作为诉求的早餐俱乐部，强调说呢，只要一杯高纤低卡的现打果汁饮品就可以喝出健康。活力的一天得从早餐开始，但现代人太忙没时间，要兼顾养生真的很难。于是以健康为目标的营养早餐俱乐部悄悄在邻里间出现了。以新鲜的水果加上调配好的营养配方，打成一杯杯香浓的营养果汁，高纤低热量，不但符合现代人省时方便的要求，口味还可多变呢。在夏天也许我们加 yogurt 跟新鲜水果，有的时候加豆浆，加一些五谷。来，所以老板你只要一杯就能喝进营养和健康，你也可以来一杯养颜圣品芦荟汁，温柔地唤醒您沉睡的胃。是腻了高热量的汉堡、三明治和奶茶吗？新形态的健康概念早餐，提供给忙碌的现代人另一个新的选择。